好，观众朋友在看了这么多这个漂亮的这个视频之后，一定很好奇我们今天要做什么。来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，噔噔，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相思豆的耳饰，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也很精致，看起来。那我到底能不能完成？老师，来吧，我们准备开始吧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呢要准备，就是线材是22G 的金属线，是，那15公分两条。好，两条之后呢，还有28G 的线，我们是准备50公分，是细是，线和粗线。那，他那个几 G 是在讲他的粗细吗对对对，？OK，它是。单位一个单位这样好，好，所以等一下呢，前面呢、啊、我们会先预留3公分，是。从3公分的地方开始绕。好，等一下的绕法，左手啊，我会先这样子固定。是，绕线的方式啊，是下面两圈，然后上面两圈，好，我们就开始哦，一圈，两圈，好，交叉到对边，哼，然后一圈，线很软，所以很好绕，两圈。两条线呢、啊，这两条粗线是密密的，让它在一起。我如果用这个粗线来去做示范的话，它绕起来会像这样，两圈交叉到对边，然后再两两圈，然圈，后下面两两圈，圈，对，好，我配应该好，应该好，好来，交给你哦。我们这边呢，下现在换下面，我现在已经绕一圈了，然后帮我绕2公分。好。对，所以老师，我现在在这样子一圈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然后手可以，对，可以稍好，微那我这样子之后呢，我要去换上面，交叉到上面，到上面，就直接往回拉。对对对，然后这样一子圈，一然后帮我圈推紧要哦。推紧，对，先要秘密的在一好，起，好，然后再一圈，再一圈。对，其实这有一点难呢，你看我一掉了。不会，这个还好。我来跟你说，我们绕把它这样推紧，好，然后折一下，然后就往下一圈，折一下，两圈，像这边，然后折一下，一圈，折一下，两圈，然后现在已经大约有0.5了。你看，我都会折一下。为什么要有一个折一下的动作呢？是让金属线它去记忆一个往下折的一个弧度，你在穿进去的时候就不用推啊，很就不久。用像我刚刚那样对对推。对，所以我是折一下，然后再穿进去，折一下再穿进去，OK 好吗？试试看。，OK，好，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在玩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不可以擦乳液，因为你的手会很好，很好，继续第二圈，然后往再下折一折，下，再放进去，再放进对，去，然后再好，折一下，很好，就是这样。再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如果你会分不清哪一条是上面、下面，你可以稍微这样后面折一下，你就知道这边上面、这边下面。了解，好，好，所以我现在到去上哪面，了？换上面，换上面。一圈，从中哎，这个眼力也要很好，因为它都是一样白白的，对，然后再折一下。两老师，我圈。觉得我这样做多少了？差不多快要1公分了。好，然后现在再折一下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不做吗？好，我来。我们可以一起做。对，这个交给你，这边剩一点点，剩0.5，好，交那给你这帮我里绕完，好，然后我帮你这个，好，要我们我要现绕。在要去楼下嘛，对不对？我看楼下没错，好，两所以这样。圈。老师，你这样子像这样，你的课程主要都是在工会，还有您自己也有，对，在社区大学教课，是，对，不能聊天，忘记在哪了吗？应该还没忘记。好，那这样子你主要的学生应该就会是一些比较年轻的族群了，对不对？其实不一定，有时候是妈妈们，或妈者妈是们上也班族会，也会有，妈妈们也会有，可他是因为都。你的东西比较精致，比较细致。但我告诉你，他们都好厉害哦。真的，对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哇，他们的手也很巧，有些绕的甚至可能比我还要漂亮哦。比你还漂亮，真的，他们这有绕点得难很的吧？仔细。因为那他们这样应该也是慢慢做，对不对？就不会像我比较赶，不会，你还好，我我们还呢？没有赶吗？对，还好。所以他们就
就是大概是3个小时，然后一些有一些作品其实3个小时就是可以完成，那有办法完成。嗯，我们都是一步一步，就是我示范一个步骤，然后换他们就是做一个步骤，然后差不多的话我们就会执行就是下一个步骤。对对对。欸，可是老师我比较好奇的是，如果说今天观众朋友有兴趣去报名您的课程好了，對，那像我们在上课的内容上大概会是多困难的呢？我就是可能你比较可能会安排哪一类的来当教学的。像我们就是像一期课啊，嗯，通常啊就是都会有12件作品。那十二件作品，一期课12件作品。像社大或者是那个产头不一定，要看课程的时间多长，然后安排。对，那大概我们如果18周的课程啊，18周的课程我们会有12件作品。是，对，那作品里面我每一期的作品都不会是一样的，因为是都不一样。对，因为都是要重新就是设计这样子。是，我的好了，我的感觉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喽。好，很好哎、欸，很好，好，完成。OK， 然后我们要准备把这个珠珠装上去了。好，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会稍微用我的手，然后去推一下，把它对推，让它变成一个小山丘的感觉嘛。用我们的拇指这样子推一下，然后呢，我这边呢、啊、就把它稍微折起来一点点，下面折起来，你试试看，像这样，像这样吗？这是我刚刚做的嘛？对。好。老师，你说推，已经推了，对，这边已经推了，然后这个方向，这个方向，然后把下面的往上折，这样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大胆的折，很好。然后呢，这样差不多，我看一下哦，差不多。好，我们呢就要穿，你挑一颗相思豆吧。好，今天在这个录这个之前呢、啊，就其实有一个我们有个妹妹很可爱，她说相思豆是红豆吗？不是，他可能很想要吃红豆汤圆之类的吧。好，老师，我们要怎么穿过去？直接穿进去，细线，细线穿进去，是不是？穿到细线里面。好，其实不要笑他，因为我一开始也在想说相思豆是红豆，它是种子，种子 ，OK， 一种种子，这样穿过去了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刚刚上面绕的这个地方有没有？我就直接这样子勾上来一圈。我等一下，我刚刚上面绕了哪一边？我看一下，对对对，然后左手稍微抓着，然后把它这样子绕一圈，是，好，绕一圈看到相思豆的那个洞洞，就是它原本的孔有没有？对，再把它反穿回去，对，再反穿回去。好，好，我们就是把它再反穿回去，这样子呢，这样就算把它固定了，对对对，让它更坚固。通常其实一次就可以了，但是反穿啊会让它更坚固。好，可是穿过去啊，它就这样穿出来？对，直接让它穿出来。像这样，然后慢慢的拉紧，好，这样很好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这样吗？对对对，然后不要让它勾到，好，继续拉，它已经勾到了，对，好拉，然后如果有扭转，要把它打开，是 ，OK， 把它拉紧哦，把它拉紧，慢慢的拉紧 ，OK， 好，好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绕上面这个单圈，单圈就是单独绕它，也不用就是上下，单独绕它。一直绕就好了。好，对，可是也一样把它用很紧，对不对？对，线啊要密密的在一起，这样才会好看。对，没错，我们每一圈都会让它就是密密的把它推紧。可是老师，为什么我的豆会动啊？这正常的吗？对，正常的，正常的，不用紧张。好，老师，您刚刚有讲到我们的课程是。对，欸，一期是18堂课。嗯，不一定，要看，就是对，通常是社大，通常是18周。是是是，对对对。然后18周，有时候我会带同学会去看一些就是展览，就是手作相关的展览，或者是让他们就是看一些，比如说那阵子有什么陶艺展啊，然后我就会带他们去莺歌走走之类的，对。让他们体验不同的就是手作的创作，是，对，所以同学们的眼力要好，然后手还要巧。可是像这么困难的作品，也有可能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教到吗？对，
我的作品啊，通常大家都会就是害怕说，哎，可是他如果那个之前都没有接触，那有些同学都已经上过，啊、通常我们的课程。最刚开始啊，就是从简单的作品、嗯，虽然都是不一样的作品，但是呢，就是简单刚开始的技法一定都是从基础，像你现在的绕单圈，我现在这个算是基础吗？对对对，绕单圈有没有？就是单独绕它，把它绕的就是密密的，也是就是我们的那个基础。这哦，对，我们要让它密密的绕在一起。可是像这样绕，有没有什么技术，还是说 paper 之类的？其实就是。主要是手的线啊，你抓紧，然后要把它推进去，推回去这样。听好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试着帮我绕单个，就是上面这一根就好了。上面这一根。其实你已经绕完了耶，你帮我上面那根再绕两圈就停住。是。这样子，再一圈，两圈，然后让它停在这里。好，然后我们这样就完成了吗？嗯，对。等一下，我们要进行下一个步骤。等一下，下好下，所以我们前面的步骤其实今天志轩完成的时间非常快，对不对？好像是哦，算非常快了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、嗯，可是为什么我的痘痘会这样子？我们等一下还是正常吗？对，等一下呢，它这个耳环它是这样子上去的，这边呢、啊、我们会让它这样子下来。如果等一下它晃，我们等一下后面的装饰可以再把它去做装饰上去，就是还可以有其他的方式让它更固定。对，然后目前呢，志轩做到的成品是像这样子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拉近看一下，这边呢就是单圈的部分，上面这一边它看起来就是很比较紧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比较好像比较单调，稍微单调一点，紧一点，紧实一点。那如果看到这一边的话呢，它就是感觉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，对，它好像有一些功法，就是我们老师刚刚八字的技法，这叫八字技法，对对对对。可是八字技法在我们这个金属编织里面也算是一种比较基本的技法，嗯 嗯, 嗯，那可以帮观众朋友。我们来回复一下，好，我们的八字技法的这个编织的方式，好，我们请老师来做一个示范。那我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粗线来去做示范。好，假设我手指是就是两条粗线，那八字的技法呢就是这样子，单圈过去，这样平平的就没有八字，要这样交叉，它一定要再进去，对，一定要交叉，是，然后。回来，为什么我称它为八字呢？因为我们侧边看，它就像一个八的方式去绕在我们的金属线上面。那你可以就是针对两圈的八字。有没有就会像我们今天做的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或者非常的漂亮，对对对，然后就可以看，就可以做成像这样子，非常非常精致，不同的纹路，不同的纹路也非常非常的有感觉。那今天呢，志轩到底能不能完成像老师做的这样子的作品呢？有没有机会？可以的，应该是非常有机会，好不好？那想要继续看这个志轩完成今天的作品的观众朋友，就一定要继续锁定我们生活艺术家下一集。那生活艺术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